Ja.哦，哦，那什么？哦，荔枝肉，叫鸡肉丸啦。猪肉丸。猪肉丸。哦。大白菜炖软豆腐，那加两样，哎，不错，这样啊。还有鱼哦。嗯。哎，下面这一排是没有了。都有，就是这里面全部都有。哦，可以。这个主食。因为 MCO 是我们不是全部都有了。嗯。看一下，就是可能，这个没有。我们可能会小菜的话，就放别的小菜这样子咯。对。Buy 3-3-1, buy 5-3-2、嗯、没有什么面包了，面包完了。加工。啊，黄梨啊，哇，好像很甜这样啊。嗯。黄梨，这是泰国的、啊。好像是姜黄梨啊。很好料的。这个看我想吃哦，怎么啦？哎，那个芒果，很新鲜。黄梨。芒果。很新鲜。Honey jackfruit。美国那个。葡萄。比较贵，你看这样包装，看到盒子里的。这个是泰国的那个小小粒的黄梨来的。可是有点贵。是泰国的。这个都是进口货，所以比较贵，太贵了，吃不起啊！走，看别样东西。就买黄梨是吗？嗯。这是香港的，香港芥蓝。嗯，买香港芥蓝的，两块多了，一斤，两大把。三个加下去炒很好吃，甜豆。豆苗。坏的哈。豆苗炒豆苗是很好吃的。会。大盒、哦。不会了。哇，好多西瓜。很漂亮的西瓜。这里是 organic 的。都是 organic 的蔬菜，好、啊，你要的金瓜，没有讲不会煮，没讲完，嗯，很漂亮哦 ，organic 的金瓜，菜心啊，阿咖啡 organic 的菜心，刚刚排出来吧，应该还冷冷啊，后面都还冷。多吃蔬菜好啊，吃蔬菜多一点好。
哎、欸，你不是讲不要面羊角头又难？香蕉哦。我跟你有机豆苗，才2.9元，很便宜啊。很便宜，一定拿一盒。灯笼椒，哇，灯笼椒这么漂亮。Got tomato, broccoli， 这是牛肉。这个洋葱好吃。啊，我知道牛肉的。嗯 ，Australia 的洋葱好吃，这个。这个买两粒就够了。这个大粒。吃这个。嗯。要开错片吗？蔬菜不是要拿去称？蔬菜不用称了，这个要称了。蒜头。调味料，调味料暂时。鱼类，哇，鱼类。好吃的吗？水煮肉。麻婆面包。这好吃。你要给钱啊，我拿去放车先啊。买这个 Australia 的米罗也是很好，45.9元，现在做 offer。没有。又在哪？那个没有青色的，就是韩国拉面。蒜头的饼干，这个是洋葱，洋有个有个，我再选择一下。那我最爱的三鸡。我上次才买14.95元，这14块不是5.5块啊，三塞，比较贵一点，家里还有，所以就不要买这个。现在是什么时期？全部要看价钱才买吗？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。啊，这个纯手工水饺。炒得很好，料这样好。哎，刚开，这里开。啊，里面很冷。猪肉，芹菜，猪肉芹菜，有不同口味啊。猪肉辣椒、翡菜鸡蛋、猪肉原味，
也是有羊肉孟婆，猪肉配菜，这也是卖 ham 的，很多 ham。要幸福款了，这个是什么歌？没有记地方。那个白兔标的还有，那个每次去，只有我那关好像一关区。那什么？还有咸鸭蛋啊？对，好哪一个？这是咸鸭蛋呢？对啊，鸭蛋。咸鸭蛋要26.9，这么贵。咸鸭蛋，干嘛出来点？哪里有什么？里面有包皮，有没有东西？550温。没有了，才4-5粒温。我。一百八呀。啊，也是200。哎，你这样拿起来。22块。15分这样。全部蔬菜的完了。来，我拿。哎，买完，走人了。辅助脚车，喂，很久没有到个你了，哇，空空，整个个你静静空空。整个个你空空的，没有东西，走下去，电梯也没有开，是有开，走，那小凉人。又买了一个面包，哦，我的食物来呀，小凉的，小凉的，哎。
里 chicken 啊？啊，对，冬阴chicken 和咖喱 chicken。那我拿面包。好。OK。OK， 回家开餐啊。